视频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王文，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纪，今天欢迎来到我的盐湖城的房产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来到我们盐湖城 Saratoga Springs 的一个新的小区，是叫 North Shore 的这样一个小区。那么给大家来拍一套联排屋的样板间。那这个小区呢，它也是我们当地的非常知名的一个开发商所建造的一个非常delicate 很精致的一个联排屋。那么它这个小区规划呢非常的好，它呢会建造有pickleball 沙滩排球，以及它会有小区游泳池、会所，以及好几个儿童公园，以及遛狗的公园等等，所以它配套呢是相当成熟的。然后它这个地理位置呢也相当不错。那么它这个townhouse 呢有两种风格，一种是三层楼的，起建价呢是48万，那这个价格呢是一包到底，就是说它所有的配饰啊、地板，然后是台面，然后是那个地毯，都是由设计师来给你全新搭配的，所以说不用你去这个担心这方面的。然后搭配东西是用高材质的大理石台面，然后是防水的这个地板，新型防水地板材料用于铺在这个卫生间的地面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户型是两层楼加个地下室，那个户型呢就是地下室不会给你完工了，那个价位是在45万。然后这个小区呢还有一些是 single family 这样一些户型，那它的根据地的大小，它是在56万至75万之间，根据地的大小、户型的大小而决定。然后这个开发商呢是可以做同意投资的，就是说您自住买好以后，他不管你住多久，你住一个月也好，两个月也好，然后你再租出去是完全可以的。哪怕你住一个礼拜，你说 OK 我要做投资房，他们也不会来管你的，不会干涉的。所以说如果您对这样的小区、这样的户型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看下去吧。这套房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 North Shore 这样一个社区的一个联排屋。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三层楼的结构，然后它是主要是一层楼是一个一房一卫的一个套间，两层第二楼呢就是二层楼主要是起居室，就是餐厅客厅的位置，三层楼呢就是它三个卧室的位置，这样子的，也是非常现代漂亮的。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。那这个户型呢，它不管你是 end unit 末尾的，还是说你当中的，它都是2100尺，然后都是四房三卫。那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呢就是一进门这附近呢，就门口呢就是你家的一个小小的院子的位置，是相当大的一个院子，它每个户型的面积都是很均等的。然后这里就是正门进来的地方，在右手边呢就是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也是非常规整，方方正正的。这房间的旁边呢有一个全卫，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全 full bathroom。然后这里用的这个大理石台面，然后下面的这个柜子，以及这里防水地板全部是这个价格包含的48万。这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合地板，颜色也非常漂亮，花纹非常好的呢是这一楼下面还有个储藏室、储物空间，相当不错。这里然后这个门呢就是它现在的车库，看一下是这样子，现在他们是要作为办公室所使用。去二楼看一下，这个房子我相当喜欢，因为虽然它 townhouse 但采光非常好，这两面都有窗，然后这个地板这个地毯都是这个价格所包含的这样一个材质，所看即所得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全部是它包含。那这就是一个二楼，一上来就是个大的这个Family room， 很大的客厅，很漂亮的、很宽敞的一个舒适的感觉。然后这里呢就是二楼的一个长的吧台，很长，这里可以坐7到8个人围坐这边吃饭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看这里，这就是食物储藏间。那么看这个大理石台面，这些东西全部包含，就把手去给搭配，
这里用的是惠而浦的洗碗机，然后这里灶台呢也是惠而浦，冰箱是惠而浦，三件套都一个品牌，柜子，而它这个柜子都是用的非常宽的那种板材的，很漂亮。就说，也就是你看的都是非常好看，都是非常材质都不错的，这样就是一家全包了，不用你再去升级了。这里就是 dining section， 餐厅的位置。然后这里呢，二楼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感受一下，舒服吧？这样子，山景房。如果你到时候选的地块选的好的话，就是说可以，完全是可以看到景色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二楼的空间，我们去三楼看一下。三楼一上来往右边走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，很漂亮的一个主卧，这里就是衣帽间。我很喜欢它这个床架，很现代，很摩登，很漂亮的这种风格。里面呢就是它主卧的卫生间了，这样子就比较简单一点了，唐豪斯的卫生间，就淋浴跟浴缸都一块了，都在一块，没有分开了，因为它这个面积所在，所以没办法分开弄。这呢就是二楼的洗衣房，在这个位置。这里呢就是两个客卧的位置，客卧也 OK， 也还好。这应该是一个 queen size bed， 我觉得。应该是 queen size bed， 旁边一间面积都差不多大。这里呢就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，看到的这些台面、柜子、地板全包含，唯一不包含的就是说它这边没有冰箱，冰箱自己在配。那其他的这些地板啊、墙面、厨房、厨具的电器的这个搭配，卫生间全部，这个灯饰全包含了，是这样子。其实一个房子给人的感觉好不好，还是要靠软装，还是要看你自己选的家具，对吧？你的餐具，你的这些餐具的摆设，你的家具、餐桌以及你这些椅子、沙发、柜子的墙上装饰画灯，都会提升一个整体的印象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样一个房子，这样一个户型的话呢，欢迎与我取得联系。